没事吧？说，是谁派你们来的？ 何哥，给您个好价。这是何物？哎呦，公子，您真是好眼力呀！此物叫罗盘，天上星宿，地上五行，天干地支，神奇奥义之事，皆可用此物。这罗盘竟然这般神奇！哎，带回去卡解玩，他肯定很开心。本公子买了。哎呦，三十两！这么贵？啊，不买了。哎，公子觉得多少合适？五两。五两？你？ 公子，你来了。我要找苏念。姑娘马上歇息了。公子改日再来吧。我有急事要找苏念，不能等了。公子，今日在西市遇到了女杀手，她受伤后逃了，我便追到了这儿。你整天张口女杀手，闭口女杀手的。 我对女杀手不感兴趣，今天不早了，我正准备睡下，请回吧。你受伤了？你还是怀疑我是那个女杀手？我只是追到了这里，我是担心你，过来看看你。我近日在练习一套剑舞，却总不得法。 刚刚练时便受了伤，若你不信我的话，还怀疑我是什么女杀手，便去报官抓我吧。
原来是这样啊，苏念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快让我看看你的手。你快坐下，快坐下，我帮你上药。这样你会好一些。不行，你在柳州，近日可一切还好吗？我的玉佩莫名其妙掉了，你的还好吗？我在上京城，一切安好，勿念。这样写比较自然一些。这事情一句也不提，哪里过得好了？王爷，在西山附近探查到石轩大人的踪迹。那两位大粮食呢？还未找到。这两万大粮食不可能凭空消失。聂晨，你再带一队人继续搜查粮食的下落。是。可是流民越聚越多，剩下的粮食恐怕只能支撑一日了。开本王四库，放粮救灾。王爷，这样不妥吧？怕是会落人画柄。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流民要紧。我先去西山寻找石轩的踪迹，也许只有找到他，才能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。可王爷，您的伤……无碍。我说了，林木，你是不是无事可做？我的事情就是保护王妃和你啊。我不用你保护。芊芊，公主，可有王爷的回信？还没有。公主，有信鸽。是王爷的信吗？王爷遇刺了。让开！让！去那边搜。是。你们去那边。是。将军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这可是北王府啊！公主，您真的要去柳州吗？对，只有我们在一起，他才能安全。给我围起来！禁卫军，谁允许你们围住北王府的？传陛下口谕，北王意图谋逆，北王府诸人禁足府内，皆不可出府。
蒙逆。陛下，运往柳州赈灾的皇粮无故丢失，北王手中又突然多了一批粮草。这撕开铁矿囤积粮草，北王谋逆之心可是昭然若揭啊。丞相所言极是，上次北王撕开铁矿便已露出了谋反之意，是陛下您宽仁，只是对其略施惩罚。可如今他又私吞粮草，陛下切莫因手足之情便对其姑息呀。北王乃是朕的胞弟，且他囤积的粮草皆用于赈灾，此事究竟如何还未有定论，朕需要时间进一步查明真相。臣认为事情指向明确，那北王现在不知去向，更说明他有问题。就算如此，也没有直接的确凿证据证明就是北王谋逆，诸位大人的说法未免有些太武断了吧。陛下以为臣这、陛下，为君者不可妇人之仁呐、啊，北王所做之事就摆在眼前，作为皇叔的我也是惋惜痛心，可这国法在上，怎能徇私啊。各位爱卿的意思朕都了解了，如今北王府已经按照丞相之意封禁了，其余之事待寻到北王回京，朕再做打算。陛下，这个事情，此事就莫要在意了。皇帝还是下不了决心，开始行动吧。是，丞相。王妃，王妃，我找认识的禁卫军兄弟打探了消息，说前往柳州的两万担粮食连同户部侍郎石轩一起失踪了，而王爷开了私库放粮救济灾民。放粮救济不是一件好事吗？为何说他谋逆？放粮救灾是好事，可坏就坏在王爷开了私库，竟被污蔑有了谋逆之心。他现在在哪儿？他身上伤好了吗？王爷现在还下落不明。不行，我得出府找他，我必须得跟他待在一起，不然……王妃，现在整个王府都被包围着，我们恐怕不容易出去。是阿姐，我刚才都看了，就连后门跟周围墙角处都有禁卫军把守，那可怎么办？哟，都在呢，正好不用到处找你们了。南王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怎么来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来看看你。看我？对啊，看你啊。如今的周时玉已经大祸临头了，怕是也回不来了吧。公主何不考虑另嫁他人啊？我们王爷那可是玉树临风。南王殿下，我们王爷还没有被定罪呢，你这是何意啊？就是，我们公主考虑谁都不会考虑你的。我劝你赶紧走吧，我可控制不住我自己的拳头。瞧瞧，瞧瞧这些见识浅薄之人，如今都到了这种地步了，你们还不是好歹？让你们公主跟着本王回去吃香的喝辣的，不好吗？如果跟了你，就能出府。你有这本事？笑话，
这上京城谁敢拦本王啊？王爷三思啊。嗯，我可以跟你走，但我现在是北王妃，如果要跟你走的话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先进宫解除婚约？公主，阿姐，不行，解除婚约好，一定要解除婚约，我现在就带你入宫。王爷，可别上了他的当啊！公主，你说对，我跟你一起进宫。公主，三思啊！公主，王爷很快就回来了，阿姐，我不同意。我决定了，救他。决定了。嗯。愣着干嘛？走啊！公主，阿姐，走。阿姐，陛下，冻鱼公主阿史那珠在殿外求见。哦，她不是被禁足在北王府吗？好像是南王带来的，具体何事小人不知。让她进来。是。东隅长公主阿史那珠拜见皇上。公主深夜求见，想必是为了北王之事吧？北王绝对不会谋逆，请皇上明察。你为何如此笃定北王不会谋逆？我虽然与他认识不久，但我相信他绝对不是世人所说的那般无用淫乱之人。他默默地帮助了很多的百姓，从不对外宣扬。此次柳州任务艰巨，安抚流民，放粮救济，他无不尽心竭力，却从未有人赞赏他。现在粮食丢了，便有人急着嫁祸于他，那些人有何居心？囤粮草就是谋逆，证据何在？旁人能想到，北王会想不到吗？即便知道自己会授人以柄，但也要毅然决然地开私库放粮，他还受着重伤呢，我都替他委屈。看来北王也有挂念之人了。公主放心，朕与北王自幼一起长大，定会查清楚事情始末，还北王一个清白。公主这是为何？请皇上允许我前往柳州寻找北王。公主，你先行起。还请皇上允许。你说你要亲赴柳州？是，我与北王有婚约，如今北王获罪，我也逃不了干系。公主，先看看这个。只与我解除婚约。这公主不是说进宫请一个退婚的旨意就跟本王回府吗？怎么到现在还不出来？王爷，我就说他骗了您吧。再等等，本王马上就要拆散他们了。啊，走！
王爷，咱回去吧。是那公主出来了吗？属下刚刚探知，那公主早就不在宫中了。什么？那本王在这儿等了一宿，吃不好睡不好，她跑得倒快。行，欺人太甚是吧？那就别怪本王。王爷，我早就说那东隅公主她不可信。闭嘴，回府。我回府。参见王妃。王爷呢？听说他遇刺了，他现在人在哪？王爷一直在西山寻找失踪的石大人，王妃可在此等候。北王殿下，怕是您不能再往前走了。上！诗玉，阿玉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伤如何？没事。你们把公主藏哪儿了？啊！让本王在外面等了一宿，信不信本王把这院子给你掀了？谁呀？谁呀？你子说了，自从阿姐跟你走了之后，她就没回府里。就是。你把她藏哪儿了？你到底把我们公主藏哪儿去了？对，藏哪儿了？把我们公主交出来！藏哪儿了？你们少在这儿跟我装，赶紧把本王的宝贝南王妃交出来！交个屁！是，交出来！我跟你说，我们王妃是被你弄丢的，还没找你要人呢。你在这叫嚷个屁啊！就是，你还在嚷着，反了，敢跟本王这么说话呢？废话少说，把阿姐交出来！交出来！快点！交出来！我给交出来！王爷，咱们先回去吧，他们人多势众。走什么走啊？本王还怕了他们不成？怕！南王殿下，陛下吩咐，任何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北王府主人，烦劳您尽快回府。本王是闲杂人等吗？
又肥又杂。走，别走啊！有种别走啊！别走啊你！赶紧走吧你！水路还有船，我们先去找石玄大人。好，山洞黑漆漆的，你要找的石大人会在这里吗？此前已经探查到了这个山洞，但是未寻到人。这么重，我没事，你不用担心。阿月，你为何会来此？王府不是已经被封禁了吗？我去求了皇上。那你看到圣旨了？嗯。既如此，你我已无婚约，你也不必再为我设限，为何还要来这里？你之前救过我，我也想救你一次。况且你现在的状况，上京城人人都说你谋逆，我怎能坐视不管？你不觉得我有谋逆之心？你不会的。但是前面没有路了，怎么救他啊？有了。
阿月，好像找到了。来者何人？阁下是上京来的石大人吧？下官是柳州知州府衙侍卫官徐伟，特奉知州大人之命前来接应大人。有劳。徐伟，又是这个徐伟。他们不但骗走了粮食，而且我们又骗到了山上。那帮人到了山上，便露出了山匪的本来面目，残杀了上京来的所有士兵，并将我关押在这山洞之中。他们留你一命，想必就是为了对付我吧？是，他们想逼迫我写下一封指认王爷你谋逆的血书。我岂敢就范？便被他们一直关押在此。这伙贼人真是可恶之极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先离开这里。小心，慢点。什么味道？不好，是毒液。快走。阿月，阿月。